子偶像团体 AKB48 的姐妹团 HKT48， 人气成员宫胁孝良昨晚17日发生了一件大糗事，他转发队友田岛牙流发胖挤爆制服的照片，还嘲笑说这件服装不管看几次都想笑。不过贴文瞬间被删除，接下来开始不断在下面发送乱骂，再以乱骂转发毕业成员岩田华林的贴文。一连串怪异发文看的粉丝一头雾水，宫胁孝良最后也向粉丝表示奇怪，推特怪怪的。日本网友眉毛一皱，发现事情不单纯，如果是被骇客盗账号的话，第一时间没有道理要删除对田岛牙流的嘲讽文。也有人指出，学过程式码的人都看得出来，那一串很明显都是随便乱打的，而且骇客盗账号也不太会只发一些无意义的乱码文。乡民对这一场伪装被盗账号的戏码都感到相当爆笑，这件事情警惕我们，发文前真的要再检查一次啦。